Hello，大家好嘛，好耐冇见啦。希望大家保持身体健康，慢少小心啲。去边都要戴口罩，但系我要去戴块面上面嗰只喎，唔系戴下巴嗰只喎。平时成日洗手啦，人多嘅地方暂时尽量都唔好去，安全啲好啲，好冇？咁我哋好快将呢个疫情搞掂呢，我哋可以翻去上堂。咁我就同我哋大会倾过啦，横掂都冇得见面上堂，不如我拍条片俾大家，我哋可以。平時你有興趣嘅時候，我哋一齊練習下，做下啲拉筋啊，鍛鍊下身體，保持身體健康，好冇？咁就照舊啦，我哋有張凳啦，嚓嚓。咁我自己呢，就中意坐啲冇病凳嘅，咁可以 keep 住收腹啊，背脊就好直啦。其實坐直直呢，係咁樣樣咯，個背脊。咁如果你啲凳有 pan 嘅話咧，都唔緊要嘅。你最緊要隻手咧係可以扶住，因跟有啲動作，我哋要扶住後面嘅時候，你扶到就得噶啦。扶住凳 pan 又好，扶住凳嘅坐板又好。咁而家收腹啦，背脊坐直，個頭頂好似人揾條繩拉住你咁，雙手放喺大髀上面。膊頭向耳仔方向拉高，向後，跟住放鬆，放鬆晒膊頭，放鬆塊面，合埋雙眼，慢慢感受下自己嘅呼吸，用個鼻呼吸，吸氣嘅時候將啲空氣充滿去肚腩度，然後慢慢向上。一路衝到上肺度，去到喉嚨，然之後用鼻呼，慢慢響頂，將啖氣呼出嚟，去到肚腩，跟住自己嘅節奏，感受下自己呼吸嘅感覺，空氣嘅温度啊。當啲空氣經過個鼻同喉嚨嘅時候嘅感覺，今日身體有啲咩地方唔舒服呢？你吸氣嘅時候將啖氣呢吸到去嗰啲唔舒服嘅位置度，然後呼氣嘅時候將嗰啲位置完全放鬆，將啲唔舒服嘅感覺全部呼曬出嚟。而家感受下身體嘅感覺，個屁股坐喺張凳嘅感覺啦，腳板掂住地，手板掂住大髀嘅感覺啦。你着緊件衫掂住皮膚嘅感覺，或者你而家感覺到啲空氣經過你啲皮膚啊、頭髮啊。嘅所有感覺，然後慢慢將雙眼張開，跟住慢慢將個頭向天花板望，好慢嘅，係有控制嘅。然後慢慢將個頭再向下望，到個下巴掂到條頸為止，掂到嘅時候呢，我哋喺度吸一啖氣，呼氣嘅時候將成條頸放鬆，然後一路吸氣，個頭一路向翻上。望返上天花板，呼氣，慢慢望返落嚟，直到你下巴係掂到條頸，或者差唔多掂到條頸啦，其實唔使掂到嘅。
咁你可以跟住自己嘅呼吸嘅节奏，重复多三次。但系记得唔要好快咁样呼吸喎，系有控制嘅喎。到第三次个头望完天花板之后呢，轻轻将个头向前望，然后下一个吸气呢，个头拧向右边，望向右边膊头。下一个呼气嘅时候，个头拧向左边，望住左边膊头。然后跟住自己的节奏重复多两次，吸气的时候望向右边，呼气的时候望向左边。记住个身体是保持挺直的，膊头放松，块面放松。下一个呼气，望完左边膊头之后呢，个头慢慢向翻中间正常呼吸。咁而家将个头同右边嘅耳仔呢，好似坠落去右边嘅膊头咁样，个头向右侧，身体系保持好直嘅吓，我唔要见到咁样弯住嘅，上身系一路冇喐过。保持少少收腹，咁你个背脊就会保持挺直，同埋会保护你嘅尾龙骨噶啦。如果你想将呢度伸展多少少呢，你只左手可以向左边伸展，好似想摸紧一啲嘢咁样嘅。咁只右手呢，可以兜过去个头度，搵只中指勾住个耳仔窿。但是不要用力拉喎，当你呼气的时候放松个膊头，放松的手呢，用你的手，即是右手，它自己的重量，将你的头慢慢向右边压过去。每一次吸气，拉长个背脊，拉长条颈，拉长只左手，呼气，放松。你应该感觉到左边条颈跟呢个位咧系拉住嘅，同埋会拉到只手嗰度，咁系完全正常嘅。再呼吸多两次，吸气拉长晒，呼气放松，再多次吸气。一路呼气嘅时候咧，个头向翻中间，放松两只手，揈下佢，松下啲颈啊、膊头啊。咁而家到第二遍啦，坐直吸气，坐到非常之挺直，呼气，左边耳仔跌落去左边膊头咁样样，个头向左侧。身体都是一样一路好直的，咁两边可能呢嗰、那个弧度会唔同嘅，因为我哋可能颈系一边紧过另外一边啦，唔紧要嘅，由佢自由发挥。咁如果你想将佢拉多少少咧，伸直只右手，好似想去摸一啲嘢咁样嘅，咁你应该感觉到呢度拉住嘅。咁我哋平时其实好少用到呢度，拉到呢度嘅筋啊，
根基的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去做这个动作了。隻左手可以兜过个头，中指勾住左边耳仔，吸气，个人拉直，呼气放松，用着左手的重量将个头聚向左边，正常呼吸三次。將啖氣吸去條頸嘅右邊，吸去啲拉住嘅地方。每次呼氣就放鬆多啲。最後一次吸氣。呼氣放鬆雙手，個頭伸翻直，又揈下佢，鬆下。而家我哋 warm up 下隻腳先咯喎，用對手咧就揸住張凳，你可以揸住凳柄啦，或者揸住張凳嘅坐板嘅，任何一個位置令你覺得舒服，你唔會扯得好辛苦嘅。趌起隻右腳踭，腳趾墊地。輕輕將右膝提起，咁咧，我哋用隻右腳咧喺度打圈，跟住順時針方向打圈五次，慢慢嘅。如果你覺得攰咧，你其實隻腳踭可以墊住個地下嚟做呢個動作嘅，即係隻腳唔使趌到咁高，伸直都可以嘅。做完之後咧，下一個吸氣，伸直只腳，趌高，好似你要撐住一啲嘢咁樣樣。然後呼氣，放鬆只腳。到左腳咯喎，趌高只腳踭先啦。趌高啲腳趾，腳趾墊地，好似跳芭蕾舞咁。咁或者你可以向前伸直都得，提起少少啦。咁今次我哋左腳咧係反時針方向先。重複五次嘅，第五次完咗之後咧，吸氣，伸直只腳，腳板向前面踭，個人拉高，吸氣，呼氣，放翻鬆。咁你去揈下佢啦，放鬆下對腳仔先。咁準備好做個拜日式咯喎，依然坐直啦，腳板係墊地嘅。咁如果需要坐出少少去就呢個坐姿咧，可以嘅。總之最緊要係安全，唔好將凳咧成個反咗就得噶啦。收腹背脊挺直，放鬆膊頭，手板放響大髀上面，正常呼吸，然後合掌放響心口前面。下一個吸氣，一路吸氣，雙手向前，然後向天，直到手指指向天為止。然後呼氣，整個上身一條直線地向前接。然後手踭放在膝頭上面，頭放鬆。跟住吸氣，慢慢撐回自己的上身上來坐回直，雙手揸住個凳柄或者凳的坐板。撐起隻右腳，呼氣放低右腳，然後撐起左腳，呼氣就放低左腳，吸氣雙手再向天，呼氣今次雙手擺翻落嚟揸住張凳柄，將個心口向前推，兩個膊頭向後拉，個頭輕輕望上去天花板。然後一路呼氣咧，就相反動作咯喎，兩個膊頭向前，背脊肩胛向後推，下巴點到條頸，然後吸氣坐翻直，兩隻手伸直向天指，然後放翻落嚟，揸住張凳柄，伸直只右腳
向前撐，呼氣放低只腳，吸氣伸直左腳向前撐，呼氣放低左腳，跟住雙手再向天指，一路吸氣一路做呢個動作嘅，然後呼氣，成個上身一條直線咁樣樣，到你雙手踭掂到膝頭哥位置，放鬆條頸，然後一路吸氣坐翻直，雙手伸直，直到雙手指翻上天花板，然後合埋手掌，一路呼氣，一路將雙掌放喺心口前面，放鬆，正常呼吸。我哋再重複多一次，今次咧就會踢只左腳先嘅，吸氣，雙手向前再向天拉高個人，呼氣向前接。到你手踭掂到膝頭嘅時候咧，就放鬆個頭喎。咁今次咧，你個頭咧可以向左向右望，擰下佢，拉下條頸後面嗰啲筋骨，或者可以點頭咁樣向上向下，去按摩下條頸嘅筋骨。然後慢慢吸氣，坐翻直，雙手揸住凳柄，伸直隻左腳，呼氣放低左腳，吸氣伸直右腳，呼氣放低右腳，雙手若向上伸展，一路到手指指向天為止，跟住放翻落嚟。雙手揸住凳柄，將心口向前推，個頭輕輕望上天花，然後一路呼氣呢，就將膊頭向前推，肩胛骨向後，將背脊曲住，下巴呢就墊頸，然後一路吸氣坐翻直，雙手向天伸直曬，又將個人拉到好直咁樣，然之後向前接，手踭墊膝頭，放鬆個頭，由佢吊響度，然後吸氣嘅時候慢慢提高個頭，將個上身坐翻直，揸翻住凳柄，然後吸氣，雙手向天。合掌，雙掌放喺心口前面，然後放鬆雙手，放喺大髀上。完咗咧，我哋而家就做個拜月式咯喎，依然係呢個動作啦，保持肚腩係有少少收腹嘅，坐直直，合掌。放喺心口前面，然後一路呼氣咧，將隻右手揸住嘅凳柄，揸住右邊嘅凳柄，左手向身旁向天，然後一路呼氣嘅時候，將個頭同埋個身向右邊彎。喺度幻想下咧，我哋隔離有一個波。咁我哋嘅身體咧係提高，然後就向右邊彎，吸氣坐翻直。今次到左手揸住嘅凳柄，遞高隻右手，向完天之後咧，成個人拉高，一路呼氣，一路向左彎。然後吸氣坐翻直，左手向上，兩隻手板合掌之後咧，我哋就做呢個仙人掌啦。記唔記得仙人掌啊？做好仙人掌之後咧，向前騰少少，咁雙腳咧可以張開少少，咁我哋可以
坐一個穩陣啲嘅姿勢，坐好咗啦喎。而家伸直雙手，右腳腳趾指向右邊，伸直隻左腳，左腳腳趾向前。坐穩陣啊，但係小心你坐緊張凳咧，係雖然係坐得好前，但係要穩陣嘅。最緊要安全嘅方式去坐，然後個頭慢慢望過右邊，望到你右手嘅手指頭位置，正常呼吸。下一個呼氣咧，我哋將個人向右邊拉，然後右手手踭掂到右腳嘅膝頭。左手向上伸過去右邊，應該感覺到呢，左腳同隻手同隻左手呢係一條直線喺度撐住拉住咁嘅感覺。然後吸氣，坐返直嘅人兩隻手伸直彎去另外一邊，今次呢隻左手係掂到我哋左腳嘅，然後右手呢就兜過去左邊，個身又彎過去左邊。正常呼吸，記住收住肚腩喎，咁呢個人呢就會穩定啲㗎喇。然後呼氣，去返呢個戰士第二式，個頭依然望住右手邊啲手指嘅，慢慢咁樣望返去前面，雙腳向前，坐返穩，去返仙人掌。正常呼吸之後呢，雙手又張開了，今次左腳腳趾指向左邊，跟左手手指方向一樣，伸直隻右腳，右腳腳趾向前。坐穩之後呢，個頭慢慢望去左邊，望到啲手指為止，然後將個人慢慢向左邊拉，打斜咁拉，左手手踭放響左膝上面，然後右手扮過去左邊，又好似一條直線咁樣咯。我哋嘅右邊係一條斜嘅直線。吸氣嘅時候，整個人好似有人響度拉開你手同埋腳咁樣，拉到好直。正常呼吸。下一個吸氣，個人調翻轉咯喎，今次扮過去，右手係掂到右腳嘅，然後左手咧就拉過嚟，成個人向右邊彎，會感覺到呢度拉住嘅應該係每次吸氣都吸去呢個位度，然後呼氣嘅時候坐翻直，雙手伸直。個頭依然係向住右手邊嘅手指嘅，呼氣嘅時候一路呼氣望翻中間，將雙腳向翻前，雙手呢去翻呢個仙人掌，然後雙手向天合掌，拉直個人。今次呢，我哋先去左邊啦喎，扣住啲手指。整個人彎過去左邊，吸氣坐翻直，又到第二邊了，呼氣彎過去右邊，吸氣又坐翻直，合埋手板，一路呼氣，雙手放響心口前面，合埋眼，去感受下啱啱拉完筋身體嘅感覺。準備好呢，雙手可以放喺大髀上面，揾翻一個舒服嘅坐姿。你可以褪翻去後面少少啦，放鬆自己膊頭，放鬆塊面。我哋去翻個呼吸嗰度。
吸氣的時候感受一下空氣經過的鼻、喉嚨落到我們的肚腩時的感覺，呼氣的時候感覺到完全放鬆，你或者可以感覺到自己的心跳。每一次呼氣都將個人放鬆一點。如果你的腦開始在漫遊呢，將個意識回去呼吸的感覺度，而我們雙手合掌放在心口前面，個頭稍微向前耷低，去感謝自己，俾呢短短嘅時間自己去愛護一下自己嘅身體同埋心靈，亦都感恩一下我哋係有呢個咁嘅機會去做呢樣嘢。我希望大家身體健康，保持安全，咁我哋下次好快可以再見面嘅啦，多謝。